心已经碎，花开花谢又过一年，双双伊也飞转去，人去楼空，留予阮的只有是相思。轻轻拍开心窗，问自己，阮的真心你藏在倒位？苦苦留恋变成枉费，换无你的关怀甲安慰。想过去，是阮不甘将你来放弃。放笑阮憨，放笑阮痴。本雅祖先的梦牌被虎吃，中午大感谢无搁再对上土地公庙啊，所以土地公的法力就恢复啊。不过本雅煞开始出代志，那阿好意外的关心，连来金都娃娃起事，也村长甲社长为了霸占本雅，两人斗看了设计和门要将伊赶出。是咧教我大家，把本家的饼店拢乌甲无去，是我唔对，我对不起阮阿爸，对不起阮本家的祖先。汉文，你莫艰苦啦，阮大家拢会甲你斗三工啊。你莫阁讲啦，给我一个人小静一下好无？汉文啊，你家己心情无好，莫甲我牵拖吧。玉皇安尼讲吼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好啦好啦。时间也无早，我来传家啦吼。彭汉文啊，你会当给我拜托一下无？莫阁安尼失志啊！阮遮侪人咧甲你斗相共，你煞坐遐饮酒，你毋是足老的，毋是要甲本家振作起来？较早迄个认真拍拼彭汉文，走去倒位去啊？啊！我的事情要恁管啊！你好啦，别讲啊啦！我偏偏要讲啦！彭汉文啊，我知影最近恁家发生真侪代志，你即马心肝内嘛感觉做有罪的，感觉所有的人拢对不起你。我跟你讲啊，按若我咧，我让恁彭家害到落灾二十年，你安尼一点仔不如意，就来当遮失志，你敢无听人家讲？一枝草一点露，天无绝人之路啦！人只要认真拍拼，就出头天啦！阿土师啊，你即摆吼，莫阁讲这话，甲刺激啦！我就是要甲刺激啦！伊若阁安尼落去，你敢对会起阿虎？对会起伊阿爸？还阁用本家祖先？汉文啊，阿土师吼，伊无歹意，伊只是希望你用个较振作个啦。我知影，你讲了对，我袂用对不起阿虎，甲阮阿爸，更加袂使对不起阮本家的祖先，我应该要好好啊振作起来。我当初是想走出来，袂记了本家的神主牌请出来，我应该回去一逝。对吼，安尼咱紧来提啊。好啦好啦。是个真好骗，就是啊，这个江老板跟我真熟，而且这边跟我配料甲真好，一点啊都无得讲。谢导，
真正真厚呢。我这只叫做假戏真做，对头到尾我根本就无买遐，就甲迄个本汉文啊，一眼戆戆死。啊，不过真搞笑，我被伊提出总报道。对啊，我嘛感觉奇怪，伊安尼甘愿去用赶出去，嘛无愿意交出总报道，监控图无伫个伊啊。那呢？那图会伫倒位啊？阿健的房间我拢已经找过啊，拢找无一张图。阿健，放心，即马本家已经是咱的，到时阵那房间一间啊一间敲，我就唔相信敲无啊。春通啊，这已经不是本家，那新厝牌是不是好请掉去啊？这，这是。这些所在啊，无啦，会去顶头新厝牌啊，所以阿金才甲伊藏伫迄只。是的，那真正足好运的呢。唔对，你讲，即卖连天公伯啊，都咧甲咱斗相共。啊，对啦，顺风啊，我先来等，我先去看迄个本汉文耍了什么动作，哈。谢总，你莫走啊，我不爱一个人。春风，你放心，只要时机若到，我会甲你结婚，咱两个人永远生活做伙，啊！你讲你要出戏，就是走来本家找这个廖春风哦。恁两个到底是什么时阵做伙？还是因为你阿遐巧，伊甲我斗相共，咱做伙成功。我参像你，硬要跟本阿文出头，才会到今嘛凄惨。阿兄，你是甲斗相共啥？啥都伊安尼讲。吴世栋，你哪会当安尼做？别怪，就要怪你自己讲啦。林世栋啊，你莫想超过哦！王阿文，我即马就告诉你讲，你俩准我兄妹啊两个人是真心诚意要跟你斗相共事，你若是安尼想，你就唔对咯。阮兄妹啊两个人对头到尾就是变形啊！阮就得跟你本家做下手啦，主要就是要骗你本家的财产。也阁有，你叫是阮小妹是真心真意嫁伊离心，唔是，伊只是想要做本家小奶奶。当初你若是愿意娶伊，我今仔日嘛袂用这款手段来对付你，赶出去本家，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。汉文，我无。林小红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林世，我问你。我到底倒位对不起你？你还没对待我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无，你无什么所在对不起我，是天公伯啊对我太无公平嘞！有你这款念头来做好呀啦！我这款这么巧的人来做善下人，我只是要证明我天公伯讲，我赶快能够做好呀人，我赶快能够做大少爷。哎呀，你卖阁讲啊啦！好啊，你卖阁讲啊！你林家兄妹啊，联合廖春风来对付我，我阁戆戆啊相信你。好，真好，恁成功啊，恁成功啊！好啦，走，快走来，我不准你去找那个廖明娘。你这么对咱，无利用价值啦。阿兄，你现在就超过你。走，真的。走，别
你走来土地公庙要创啥？迄林家也……我袂搁当迄林家，我予林家兄妹骗甲戆戆西，我真正是戆人啊！哎呦，啊，这嘛无完全拢你的唔对啊！啊，是我吼应该甲伊抓起来，要唔过吼我无尽着责任啦。我甲你分析咧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算我吼欠你一个人情。啊，唔过我甲你讲吼，迄个玉凤吼，伊绝对唔是歹人。伊是，伊是来骗我。伊自头到尾拢是来骗我的，我真正唔知影，当初伊弄着我，是毋是超过伊要离开本家接近我？我甚至搁怀疑阿虎的死是毋是甲伊有关系？汉文啊，你搁安怎艰苦吼，嘛袂当甘愿无天啦！我唔准你安尼讲玉凤啦，玉凤，玉凤啊，玉凤，汉文啊，你讲几哦？伊的代志我无想阁要管啊！我真正上重要的是想办法来放假摕回来。好，我问你啊，你即摆想要安怎做？我拄则有答应你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甲你斗相共。我要用伊的土割伊的饼。人讲师父三叔终于后悔，汉文的心已经叫修魂术蒙蔽。到底伊会用什么手段将放假抢夺回来呢？世东，这是放假做甚物梦？哪有可能有保障啊？总部都就是安尼话啊！咱已经学一早起啊，什么也无学着，敢会是你误唔着去啊？你讲的是甚物话啊？我要哪会知迄个崩楼高甲暴动藏伫个啥物所在？啊，是毋是煞爱别位去？难道是你啦？做人个地方做较久，啊，你毋知影暴动藏伫个啥物所在？你即摆是咧怪我？无要怪你，怪啥？怪我？那毋是你活活甲迄个崩楼高气死？上无咱即摆伊人咧编讲出暴动藏伫个啥物所在啦？啊，即摆咧，要问鬼哦？真正是哦。总部图，刚刚你手的图。就是阿爸讲的道，啊！不过我看伊挖遐尼久着，无挖着啥。既然恁遐尼爱宝藏，我就用藏宝道来跟恁说。阿文，玉凤，我甲你带来。甲你分析嘞，甲我分析嘞。是啊，进前吼，因为我的情绪无稳定，来你阿遐做诶代志，牵拖着你，是我毋对。你毋免为着即种代志甲我分析嘞啦，你肯甲我讲话，我都已经足欢喜诶啊。啊，本来就是我遐毋对啊，是我即个做小妹吼，无好我甲伊口劝，应该是我甲你分析嘞才对。啊！你两个是咧调教的，我一个回事咧来，一个回事咧去，安尼唔着回袂煞。玉凤啊，我告一下代志吼，想要拜托你啦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我想要拜托你吼，带我登来本家啦。啊，我是本家的子孙，一定要来本家做代志。我算讲吼，是替你遐做代志，我嘛甘愿呐。啊，不过你阿兄一定袂让我登来，所以。汉文，我知影你的意思。啊，不过我惊的，汉文，我无希望你是为着要对付阮阿兄，才来拜托我的。虽然阮阿兄伊真正真超过，啊，不过搁再安怎讲，伊是我的亲大兄。玉凤，我真正无这个意思啦，我绝对吼无想要伤害恁阿兄啦。自从吼我把本案挂出来。拢是我大家的关系，拢是我做了唔好，我哪敢去怪别人啊？这几天啊吼，我伫土地公庙想甲足清楚的，若是讲吼，你管你阿兄，不如靠我大家好好做头拍拼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
希望你是真正想好清楚啊！你放心啦，若是有啥物所在需要我斗三工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玉芳，多谢你啊！怪怪哦，这个汉文哪会变到这么紧啊？哎，莫想遐济啦，一定是想清楚哦，唔才会安尼做。我应该该斗三工才对。也唔过哦，看因两个安尼感情这么好。啊，我的心肝内哪会感觉酸酸啊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哟，是啥物风把阮本家的大少爷找来遮？是林世英啊。哎呀，你哪安尼讲啊？霸占人的厝，讲唔知通检讨。啥物咧霸占？我是光明正大靠我的实力揢到。你阁好意思讲？这根本就是小林的部署，一定是廖春风把你骗的啦。林玉凤，你讲话较客气的哦，那不是因为你是世堂小妹，我早就把你扒落啊。来啊，我讲我白讲。啊好啦，卖冤啊啦，过来。我问你，你出来遮要怎？是汉文叫我出来转来啦，伊讲伊有代志要拜托你。有代志要拜托我？冯大少爷，听讲你有代志要拜托我。世东，冯家是阮祖先辛辛苦苦打拼落来，我是冯家的子孙，我一定要留在冯家。所以我希望你会使好好留在冯家做代志，就算讲哦，是做你的下手人嘛，不要紧啦。啊？本汉文哦，常常甲我讲话安尼轻声细碎，我袂习惯呢。想看卖，敢要留来？当然嘛不爱。谁知阿姨的目的是啥？若是伊是要当来报仇，是要安怎？对哦吼，我乃无想到这点啊。赶紧，我来试看卖，看伊的心意有偌大。本汉文啊，你若是肯跪咧求我吼，我若欢喜。无定，我会收留你哦。嗯，男子汉是跪天跪地跪爸母来领，世堂伊是超工要汉文歹看，这款侮辱汉文敢真正吞得落呢？阿兄，林世堂啊，你莫安软土情多，我跟你讲哦，汉文，莫插鼻，莫搞鬼啦。不要紧，我跪。汉文。做牛做马，替恁做代志，真好真好，我着予你留落来，予你做我的奴才，啊！世堂啊，你是安怎来给留落来？恁是想要知影本家宝藏藏伫个什么所在？即马彭汉文是唯一的帅帅，所以啊，爱予伊留落来。也佫有，恁是想要替阿虎报仇，先给留落来，以后。你要安怎甲糟蹋，安怎甲折磨，拢随在你啊！阿爸，总部队的代志，你长老托忙，我已经知啊。你讲咱会做无？名为大洪，大洪洞水，水灵神在，所以宝藏就藏在祖母边仔的水池啊。只不过爱以财滚财，才会当将宝藏引出来。阿爸，你放心啊，有时间我一定去把宝藏摕回来。世堂，你一个人熬我，你是要创啥啦？我是要叫宝藏快，你莫再搞我救啊啦！哦，我有听文汉文在讲哦，你讲这宝藏哦。藏在这所在啊！真是的，那你去找啊！哎，这个所在这么宽，我是要安怎找啦？
我有听你咧讲哦，以财滚财，所以我唔才叫你炸这店皮啊，搁有地契。我想哦，应该就是用这条财来财补偿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这是水边的，若是把店皮甲地契用当去，是要安怎？对哦，讲嘛是有道理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先甲皮蒙古顶头。来，咱对这开始找。这两个人哦，真正是宝藏啦！本家的财产哦，拢给因提到手啊，还阁想要来找宝藏，人哦，哪会遐尼贪心啊？哎，汉文啊，其实无啥物宝藏，你只是想要甲因创治一下，对不对？阿土塞就阿土塞，确实厉害呢。我的巴肚就疼，我的巴肚。无代无钱的巴肚疼啦。我有心啊，我的巴肚。有心啊？别别别，进来，我先传你一顿。你是当有胎气，爱好我调养。迄个大夫敢会当信任？伊敢会把这些代志讲出去啊？你放心啦，迄大夫哦，是我对隔壁村请来，而且我嘛甲伊讲，这囡仔是彭老爷的，应该无啥物代志，你别烦恼啦。啊，不过这囡仔真正是你的。偷食未满你喙齿，偷鸡也未满你香味。汉文来将村中有新的代志讲出来，村中甲细童都爱浸池人啊。也毋过汉文捌答应过玉皇买上个细童呢，伊敢会遵守约束呢？明仔载讲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乡愚达康片。想你的目屎，阮双手背，偷偷滴落，心痛到这体底。深深像一句温柔情话，明知是假，我已乱情迷。上好滋味，你风流作